今天呢，咱们来看一个位于大洛杉矶地区内陆的全新独栋的楼盘。楼盘呢位于封闭式的社区，也是属于著名的埃特湾大学区。整个楼盘呢由六个户型组成，从68万到76万不等，从1800尺到2700尺不等。咱们视频里看到的呢是第一个户型，面积2000尺，三房三卫。大家好，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 Chris 刘。这个户型的最大特点呢，虽然它的三个卧室都是在二楼，但是一楼有一个办公室，可以升级为第四间卧室。客厅呢仍然采用现在流行的开阔式的设计，整个呢显得非常的大气。这个户型呢目前是68万到70多万。咱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子呢是有非常明确的功能区的划分，位于房子右手边的这一块就是厨房的区域，大的中岛，然后还有大量的橱柜可以储存更多的东西，而左手边呢就是宽大的客厅，它是还有一扇大门是通向院子的。咱们现在走过去看一下。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。这个院子呢不算大，中规中矩，因为现在流行的就是社区里的房子采用了公共的区域，比如说公园、泳池、烧烤区等。而开发商这样做呢，也可以压缩成本，使得整个房子更具有性价比。现在呢，咱们去二楼看一下。咱们在看之前呢，调一下户型图。一楼的办公室升级之后呢，就会有一个全卫。而二楼呢，主卧一个卫生间，两间次卧共用一个卫生间。更多的资料呢，都可以在我的朋友圈找到。而其他的户型呢，我也会陆续的发布视频。咱们在二楼呢，先看一下它这个卧室的面积。作为次卧来讲的话，这个面积还是非常的不错的。出了卧室之后呢，这边就是共用的一个卫生间，跟右手边的这个卧室是共用的。洗衣房呢也在二楼，但是主卧的这部分视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录下来，下次去看的时候呢会补上主卧的视频，当然了实地看的话会更好。更多信息呢可以关注我的朋友圈或者单独来问我。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，持续给您带来最具性价比的房源。